一直听志新念叨，说你内外兼修，色艺双全，够我们学习一辈子的。哎呀，听说你今儿要来，喜讯传来，尽开言，我们大伙儿高兴的一宿没合眼呐，纷纷委托我向你学习，向你致敬。谢谢，谢谢同志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玉米，怎么着？接老底儿战斗队又要开始战斗是吧？志新，你今儿是误会我了，我今天绝不是来给你扎针的。哎呀，晶晶同志，我和小贾呢，从4岁开始在同一个蜜罐里泡大，所以对这个同志比别人有更深的了解。鉴于从今天以后你们就要共同战斗了。作为他的老战友，我有必要把他的优势、弱点、特征、习惯以及对手、天敌向你做个全面的介绍。我是野生动物。志新是个好青年，首先他厚道，我跟他从上托儿所起，历尽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一系列历史阶段，他一直在学习上帮助我，生活上照顾我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、吵过架。那不是因为我发育晚，一直打不过你吗？其次，他正直，从小爱憎分明，嫉恶如仇，从来不学歪的邪的，即便是坐车不买票，也是为了省下钱来教老师。记得那年搭炕枕棚的时候，大家都往家拿木头，我们志新从来不占公家便宜。那是学校的木头，我一根没偷过。对，他偷的都是我们家的。另外还有他热情、勤奋、好学、好色，他优点多的就说不完呐。你能得到他的心真有福气，多少女孩子羡慕你啊，小杨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最使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在生活上丢三落四，过起日子来马马虎虎，事业心还特强呢，工作起来不要命啊，从来不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你跟他结婚以后一定要注意保证他的睡眠，每天少于16个小时就跟病了似的。其次呢是饮食，早饭只吃油条不喝豆浆，喝了就胃酸，酒量不大，一见就喝，一喝就醉，一醉就吐，一吐就睡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，你可千万要记住了啊，这是从小的毛病，睡觉以前千万不能让他多喝水，否则不堪设想啊。什么不堪设想？弄不好还会波及于你。你还说不扎针呢。哎，好了，把他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。说实话，看着你们这么般配，这么恩爱，我真挺高兴的。志新，只要你得到了幸福，我也就幸福了。大姐，我和他并不般配，你才是真正最了解他、最关心他的，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直觉告诉我的。你和他在一起才真正是最完美、最幸福的，志新，他才是你真正最应该爱的人。让我们俩互道声珍重，做个朋友吧。志新，我这回我可真不是。我这辈子是命中注定要犯小人呢。